分手原因其实他们年轻人比较知道了，大概就讲了一下，我大概就说啊，你们自己好好去面对就好了，对啊，分手原因有各种，生活还是照顾，但是和平分手是比较好，对，和平分手是对对对。那这个评分就让观众朋友去评分了，我倒是可以帮忙评分。好，蔡碧如。对，因为我觉得他传承了这个郭哥的这个整个全身都有那种戏的细胞，你知道吗？所以他表现得很好，尤其他在讲那个什么从北到南啊，哇，这个比郭哥还厉害啊！就是所有的那个台铁火车站经过了一次，但是不要漏了我们海鲜。哦，没问题，没问题。因为这一次海鲜呢，在前两天也是选举期间的，我们中部的这个蓝线捷运跟台铁双轨这件事情是成为这次大选的话题，所以我还是要在这里讲一下。绝对记得，这个选后永远只记得选后，看那个前天行政院马上核定这个捷运蓝线跟那个台铁双轨这件事情。哦，所以下次你可以把我们台那个海鲜的这个铁站的名称再念一遍，对，叫他不要爬山嘛，要走去海边一下。他刚刚念的是三线嘛，他从那个竹南到彰化，竹南造桥丰富苗栗南市同为三系三义圣心泰安后里丰原潭子台中嘛，但是这个那如果海线的话，一样竹南到彰化啊，竹南潭文大山后龙龙港白沙屯新埔通宵苑里日南大甲清水沙鹿龙井大肚追分彰化。对，哇，你说的也很厉害，是三线海线是这样，是没有没有，就是跟他合得来，聊得来，那再说，年轻人不就这样吗？哦，都有放过儿子女友了，都有，以前，那现在没有，现在没有，现在单身，现在单身。真的吗？真的单身？哈哈哈哈哈！是已经真有，真有，真有，曾经有的。我刚才你有问儿子分手原因吗？会开导他之类的。会啊，会。分手原因其实他们年轻人比较知道了。大概就讲了一下，我大概就说啊，你们自己好好去面对就好了。对啊。分手原因有各种，生活还是照顾，但是和平分手是比较好。对，和平分手是比较好。对对对，因为都是学个经验，我觉得外形是很漂亮那一种，校花等级的那样子。还好，没有的，他还好了，就一般的女生。中上。我认为啦，就情人眼里出西施。中上。哥说普通，爸爸，对啊，爸爸的审美跟我不太一样。高中的吗？还是大学？哎，大学，大学哦。大学。那你单身多久？现在目前2年。2年，是同系的，对的，同系。这是系花吗？这样？系花吗？我认为是啊，爸爸不是了。对啊，你说就是啊，你说是就是。因为班上也没几个女生哦，女生有啦，女生比男生也是喜剧。哦，他小时候在5岁的时候，他竟然模仿暴龙给我看，我才发现，他有抓到诀窍。你来模仿一次，你还记得吗？你上来，你站起来。我刚刚跟他讲他，你站起来。确定了？现在吗？现在。你看就知道他抓到重点了。要撤。确定了。头要抬起来，确定你要这样吗？不是这样吧？不是，因为小时候真的，我看到他的模仿，我才发现，暴龙这个头手短短的，他有抓到啊，真的蛮像的，就夸张一点就好了。那他那个就这样。好，谢谢哥哥。